我要去学习更美智，就不要去赞美别人的成就，或是赞美别人的成果。那这个就跟我们社会的一个观念有了非常大的冲突了。人就是要讲好话嘛，人就是要赞美嘛。那这个时候，他要怎样贯彻这个理论呢？这个课题分离嘛，我们就是很难做到真正。就是如果要做到自己分离的话，其实我要做的是，我想放下，放下的是，我是健康的关系。